你笑什么呢？笑这么开心。叔叔叫装果冻，果冻叔叔。你叔叔叫装果冻，果冻啊。小初，这位叔叔是妈妈的好朋友，第一次见面叫什么？叔叔好，我叫方太初，今年五岁。啊。你好。我以为今天吃饭就我们两个人，所以我订的是法餐。那种地方吃起来就得两个多小时，小朋友坐得住吗？太初，想吃什么？披萨。妈妈想吃汉堡。不。是的，真的。不。赢了，吃汉堡。哼。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？草莓味的。好。前面路口右转。哦。我去洗手间。叔叔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，叔叔叫庄国栋。庄国栋，果冻叫果冻，果冻果冻。国栋，国之栋梁。你笑什么呢？笑这么开心。叔叔叫装果冻，果冻叔叔。你叔叔叫装果冻，果冻啊，不是果冻。果冻叔叔，果冻。我真的不太会和小朋友相处。我看出来了。我知道，为了劝退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带小朋友。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没有我，我也过得挺好。这些年，在我的身体里，一直有一个洞，很深很深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，我只想往前看。谢谢你，陪我们玩了一天。